宝，一款真正人性化的智能语音。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。绿宝，别唱了，我醒了。哇，被当了极限。绿宝，外面太亮了，帮把窗户关上。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挡阳光，不要挡阳光，不要挡阳光。不关就不关吧。你帮我跟领导发个信息，就是我身体不舒服，帮我请个假。地爷爷的奶奶的爷爷，我没病，我就是太困了。你就跟他说我生病了吧。开局死的大冤种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说诸葛已经把姜王和小弟们打了一遍，进来就看到两个机枪射手僵尸在这里吊。Q 宝，谢谢你。正当我暗自窃喜，咋还不错。Q 宝更懂生活，更懂你。Q 宝，你觉得我好看吗？还不错。那就是好看喽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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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Q 宝，你觉得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？但是细细的。宝，你快帮我参谋参谋，穿哪件好看？好纠结啊。打起来你就知道。你呀，小腿跟抹了蜜似的。帮我问小爸爸今晚想吃什么？向日葵。那我出去买菜了，记得下午4点指导小爸做作业。Q 宝，我不想写作业。怎么还不死的？完了 ，BBQ 了。Q 宝内含58个学科，21门外语，是孩子的贴心老师。Q 宝，这个单词怎么念啊？姜王博士。那这句话用日文怎么翻译？他们昼伏夜出，是一个个捕鼠小能手，是人类的好朋友。Q 宝，他们指的是什么呀？猫神。Q 宝更有多种语音包，让您的智能生活不再单调。渴了。这个向日葵其实小鬼是可以单吃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猫神。是高压锅。毕竟有猫要先打猫一场嘛。爸爸哄我睡觉吗？让 Q 宝陪你好不好？好。请你太美 baby， 请你太美 baby。Q 宝真正是您家庭的一员。Q 宝，帮我买几盒纸巾。没有难度的。喂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。我天天你这个王八蛋！我王八蛋？那我是王八蛋，你是什么？你说我不服啊。对二爷的执着我是非常佩服的。你看啊，这无头二爷非要坚持到最后，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我老公，是我错了。非常简单的宝，他值得陪您到老。